现在韩天音身受重伤，准备要回转亚冠，来到半岛恶老荆州连夜雾，遇上王府的宿手了。韩天音，就是王在这个所在，好等多时啊！我了这九杀王哦，人呀，九杀王王武啊，王武，无错。看来你我那干王那边的人会看哦，人呀，早年我在开封犯了杀人罪，都往来到襄阳地界，被王家千秋的收留的，所以为他卖命。哦，你都是干王的手下，嗯。啊！趁你爸受伤，嗯，你才要来逼杀我，安你有够小人呢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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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两小为君子，无毒不丈夫啊！韩天音的性命在轻微之际，就在这个时阵，出现了高俗冷漠的冷漠人了。小主什么人？竟然甲董主这边行事，留名来。嗯，你一转身，你背一口剑，写着三字“林无言”，无名的小卒，你甲阻碍这边行事，该死呀呀！要都当着林无言肖像，来不及出手，在咽喉已经喷出鲜血了。你的功夫真厉害呢！多谢你的解救，也若无我的性命都拍票。啊，借问呢？啊，你唔知尊姓高名吼？哦，你转一身，嗯，啊，你的剑顶冠写着三字，叫做“冷无言”哈、啊。无言，莫怪你拢无爱讲话。啊，但是你的功夫真厉害呢！哦，你敢妖刀安尼哦？一个转身尔，起手搞，嗯，一个出手你就自亡，嗯，实在有够厉害，多谢你哈。
安尼无光无打做伊走，嘿，这个实在有够酷呢哈！哦，我今日哦，在长萧楼的第三站，迄家仔吼，有阮五叔吼，伊的灵魂甲我保庇，啊，若无我可能会死在长萧楼啦。长萧楼，确实无简单，一定要找到长萧楼白色机关的人，才有可能破这个东望镇甲长萧楼哩咧。探查看这个长萧楼这个灯是什么人所摆，啊，那无吼，真正白白送命了，等下夜观就是啊。万念俱灰的林飘扬，祭拜白玉堂的吞梦，准备要走完人生最后的一段路。逍遥公主林飘扬河边，传进王府的所在，来啊，有刺客啊！王府了爷将着林飘扬团团困住。
任飘扬失去了无所谓排毒。这个时阵雷英叫着手下姜进丁，准备用姜进的射杀掉林飘扬喽。来呀、啊，下！一次，啊！当你在天机一方等我，我需要救救啊啊！怪这何明林用箭手对伊射箭，为怎样唔闪？规个身躯千疮百孔，当着别个东西的时阵，同款满箭穿心嘞！看伊这样做，敢那亲像自杀的行为耶！伊就伊武功遐尼高强，应该能突过着姜子丁。但是我叫着姜子秋要给他射杀的时阵，伊故意站得无叮当，承受万箭穿心之下场啊！将后面打开解开，看来。竟然是君主赵敏离的，为怎样君主的自杀行为这就奇妙？来啊啦，来啊啦！即将到临，你又怎样呢？我没跟你讲真正原因啊，什么真正原因？我跟你讲啦，君主就是爱着白玉堂啦，我爱到死去活来。啊，即马白玉堂叫万箭穿心射死，啊，伊即马都是咧顺情啦，是讲要死死的哦，对白玉堂去啦。好心性的节操，问世上情为何物，得教人生死相许。君主，你也太伟大了。君主派一个铁鸭，这个铁鸭真坚固，万箭不能射透。将这个铁鸭给拍开看看，内中一张皮，写一个父王赵格亲客。我看哦，这就是文书啊。可能你要死哦，闹些文书要让伊闹变，王爷交代伊的威严呢？你将君主的尸体先给收殓，我带着封信来去王家观看。好啦好啦，君主啊，你是个可怜人啊！将君主遗书带进王家观看，
文王丢格，如别有东参死在穷小老的当盲丁，文王也不能随啊！只要我那合眼，就看到别有东的阴魂，真是自我不能啊！来了。拜见王家。雷英何事？君主自杀的行为惨死在万钱之中，将情听我说完。啊，怪如你命里命里惭愧啊，只要一方的配信就是君主的威书，你要量王家千秋，两眼秦观，敬爱可恨的父亲，你的所作所为如你以你为体，虽然你对我百般的疼爱，却也掩盖不了你为夺人妻所做的修行。怪母亲本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可是你为了贪慕我母亲的花容，满足了你的羞辱，你加害人妇，强占我母亲为妃，母亲在含冤受婚，忍辱偷腥的情形之下，生下我，直至我八岁，奉告知此事于我，刺杀你失败，逼你凌迟而死。你更加狠心将我母亲的尸体丢弃荒野，任豺狼跳脚，其心之雄毒发难收。别以为我小小的年纪就看无吗？连天各地十母的秀人竟是我亲生的父亲，对那个时阵，我每天就生活在痛苦无助之下，荣华富贵盖不住我内心的打击，金衣玉食也盖不住我内心的创伤，直到我遇上白玉堂，怪人生才出现曙光。但我唯一的希望，最后也断送在你一心所建的穷小楼。我希望破灭了，跟随心爱的人白玉堂一体同心，鸳鸯花相思，愿化作蝴蝶随情郎离去。父王多行不义不自毙，如你临死写了此信，希望你现在立马回头时间，今天我的死只是你报应的开始。若不回头
下场堪虑，望父王三思，不孝弟民女作弊，天啊！这里讲，你放着荣华富贵不贵？你今仔日自寻短见，自寻短见，明理啊！你这般美丽，你这般年轻，今天甘愿身受万劫，全心离世，明理啊！你真不好，你真不好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回想，好之素呀！你心行都扬名一何事，以献父母，好之忠呀！你真不好，你思念老爸别发丧恶汉，你教我如何是好？你自出世为父，就将你当作掌上明珠的疼爱。我也不知道你的母亲在你小小的年纪就将这个事实告诉你，知使你使你痛苦万分。我错了吗？我错了吗？我身为一个王爷，难道无资格享受我的人生吗？虽然占夺着你的母亲，但是我也对伊爱护有加，想要搞伊最后，竟然搞刺杀。难道我堂堂一个王爷，却输一个做生意的人吗？伊竟然在八年后刺杀我，我愤慨，我唔愿，所以将你母亲凌迟致死。我更加唔愿，就将伊尸体抛弃在荒郊野外。只要是人，拢有七情六欲。哇！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选伊为王妃是伊福气，谁知伊人在福中不知福，竟然敢刺杀我！我无唔对，我无唔对，人拢是自私的，我无唔对。如你啊，你用死对你的老爸抗议，你太戆了，你太戆了！努力啊！最后，伊在写作笔之后，有一行字我无读到。一行字就是敏儿笔笔交代，希望伊死后要当着白玉堂当众一跪啊！太痴情了，太痴情了！罢了，为父会完成着你的心愿了，明理啊，你死得苦中万分啊，明理啊！王家，节哀顺变，现在将着君主的尸首乔装之后，将着伊当着白玉堂，同时做着特大刑，而这个超度发挥。两因两人在天化作比翼鸟啊！罢了，本王自从白玉堂死了后，面对白玉堂的英灵来甲救天，使我心神不宁啊！将我如理送书发了完毕，就为因两人举行大型的超度法会啊！可怜。可怜的民女啊！
襄阳王丢角，后宗对逍遥公主林飘扬之后，带着文武百官盛大为白玉堂，当着伊林飘扬做了超大的发挥了。意思在上，本王襄阳王丢角带着文武百官为你做这场超大的发挥，希望能消你这口的怨气，早日魂归西方，撇回六国。两军交战，自有师兄可恨，你英年早逝，本王痛惜英才，一切缘由并非全是本王的错误，怪就要怪我的伯公太早丢光阴了。本来地位应该是爱传给我的祖父丢光礼，谁知一孙叔你要传给他的儿子，然后有听一个传说不声一样，就是我的伯公丢光阴来被我二伯公丢光义给刺杀，变成丢光义职位。如今的宋仁宗丢家优是我二伯公的子孙，这个地位同样也是非法立的，所以我准备要起兵造反，只是要讨回这个公道。奈何宋仁宗丢家优有您这般的英雄义士为他出生入死，弟叔的王死在当王顶，本王无憾的挽袖，一代英雄陨落，天地当悲，日月该求啊！今天本王秉持着真诚的心，用你英灵致歉，望你在天之灵好好听说我的女儿赵敏儿，一见你顺意了后，也服命众万钱的死，为你的顺情，本王痛不欲生，奈何无力回天。我的女儿对你是真情相对，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生辉泪始干啊！可叹若非对立，你那成为本王的乘龙快婿，岂不必哉？奈何事与愿违，你英年早逝，女儿也苦苦22岁，就丢弃着我这老爹离去，人哉孝哉，人哉孝哉！今天举行盛大的发挥，这摆白衣书当着我女儿赵敏儿，望白衣书你能下去生前之愿吧，望你早日重生，灵魂不在人间游动，早日投胎去吧。来呀、一拜二拜三拜，爱在必义书，必在必英雄，痛在赵敏儿呀！襄阳王在叩拜之时，也联想到伊女儿赵敏儿的惨亡，同时也折服着白玉堂的重用，不禁伤心欲绝，抱哭大哭，悲伤
万分好。